颂你的圣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昨天我们听到了扫尔，他在天主面前行了天主不喜欢的事，天主所视为恶的事。即使昨天只有一件事，扫尔他所行的天主不喜悦的事非常非常多的。那因为是这样的，他的王位就被撕掉了，被失去了，他失去了这个的王位，那要找另外一个人。在今天我们将听有关撒母耳把大卫给他复有为以色列的第二个王。那他到了白人，到了白人就发现了有很多很多那个耶稣的孩子们，有七个。但是呢，天主他看到了这些人来到他面前的，他说大概是这个，大概是那个，但是天主就说不是这些人。到最后呢，他就问还有吗？最小的是在牧放羊群，叫他来就是大卫。天主就告诉撒母耳要给他复有。我们可能是看人的外表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棒的，但是天主却不然，天主有他自己的安排。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的礼仪。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天地万物的统治者，求你仁慈的福听你子民的哀祷，使我们今世得享你所赐的平安。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攻读撒母耳记上。那时候上主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废弃了撒乌尔，不要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你要为他悲伤多久呢？把你的脚装满油，我派你到伯利恒人叶瑟那里去，因为我已经选定了他的一个儿子做王。撒母耳回答说，我怎么能去呢？若撒乌尔听说了，必定要杀我。上主回答说，你手里牵一头小母牛，就说是为祭献上主而来，你要请夜色参与祭献，我要告诉你该做的事，你要为我指示给你的人复油。撒母耳依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到了伯利恒，城内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来迎接他，说，你驾临这里平安吗？他回答说，平安，我是来祭献上主的，你们应圣洁自己，同我一起祭献。他圣洁了夜色和他的儿子，请他们来参与祭献。他们来到了，撒母耳看见厄利亚布
心里想，这一定是站在上主前的受负者。但是上主对撒母耳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绝要他，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表，上主却看内心。夜色叫阿比纳达布来，带他到撒母耳面前，但是他说，这也不是上主所拣选的。夜色就叫撒玛来，他又说，这也不是上主所拣选的。夜色就叫他的七个儿子都到撒母耳面前来。撒母耳对夜色说，上主没有拣选这些人。于是撒母耳问夜色说，孩子们全到了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最小的，他正在放羊。撒母耳对夜色说，快派人带他来，他不来我们绝不入席。于是夜色派人把他带来，他是一个面色红润、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上主说，起来给他复油，就是他。撒母耳拿起油角来，在他哥哥们面前给他复了油。从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临在大卫身上。事后撒母耳就回拉玛去了。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拣选了我的仆人达卫。我拣选了我的仆人达卫。你曾在异象中向你的圣者说，我已将王冠加给了一位勇士，我从民间选拔了一位圣者。我拣选了我的仆人达卫。我拣选了我的仆人达卫，以圣油覆手赐他王位，我的双手给他力量，我的臂膀使他坚强。我拣选了我的仆人达卫，他要称呼我说，我的父亲，我的天主，我的靠山，我要立他为长子，做地上至高的君王。我拣选了我的仆人大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必有生命之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路过麦田，他的门徒一面走路，一面在麦穗吃。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从未读过大卫在饥难中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当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厄贝亚特尔做大司祭时，大卫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司祭以外谁也不许吃的供饼，并且还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吗？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神父平安。我们在台湾，我们对供桌应该非常的熟悉。我有一次从印尼来台湾，应该是第一年或是第二年的时候，被邀请到教友的家，他是唯一的天主教徒。一进去就看到在那个墙壁上面，在这里有一个应该是祭桌，在那边有那个神主牌位，那个祖宗牌位。以后呢，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水果，还有香，还有水，酒，应该是酒。我们一坐下来，他就从他那个工作上面拿了水果，以后呢，在那边就切了给我们吃了。我看到这个，我说我要吃吗？这个是应该是要给祖先吃的，那现在还要给我吃啊，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在我们印尼也是一样，在印尼我们有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祖先的房子，有人住，那这个房子也不小，是我们的大家族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论是我们庆祝或是哀伤的，我们就回到这个家里面。那我们要庆祝或是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先把属于祖先的放在我们准备的这个应该也是供桌，先放在那里，放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享用。我们享用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属于祖先的也分分给大家吃的。我想这个的做法好像是比较很普遍的。在台湾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印尼也会看到，我们去欧洲，可能在早期的欧洲也会，我们会看到这些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次就到了西奈山上，他跟天主谈话，跟天主谈话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天主指示给他，他要告诉以色列子民要怎么做的，要盖一个帐篷，应该就怎么盖，在上面要放什么，下面要放什么，左边的那个绳子要怎么拉，这个是天主给他非常非常的详细。除了这些的，还有做那个祭坛，还有香坛，还有供桌。以后呢，这工作呢，他们要做什么呢？在这个工作上面要摆饼，每天早上实际进去的时候要把这个饼放在那边，那饼也有多少？12个饼。那这12个饼要分6个在左边，6个在右边，就放在那边。那这12个饼是代表什么？代表着这12个犹太人的12个支派。好，他摆在那边，摆了以后到了晚上要换饼。那旧的饼要怎么办？旧的饼呢是给司祭，司祭就是在那个帐幕里吃的，司祭跟他的儿子可以吃的。那司祭的如果有女儿，司祭的家人不可吃的，所以在这个帐幕里面他们要吃的就是司祭长还有其他的司祭的儿子们，就他们就可以吃的，其他的人不能吃。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除了这个供桌在那边，他们每天的要把饼放在那边，还有香坛，每天都要上香。以后呢，在香坛上面前面的有那个祭坛，那祭坛前面还有水，他们要洗手，好像跟我们台湾的我们一般的习俗看的也差不多的。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饼，在工作上面这个饼是只有司祭可以吃的。在今天耶稣他跟门徒们在安息日他们行路的时候，门徒们饿了，他们一边宰了这个，一边走一边宰了麦穗就吃了。法利赛人看见就说，为什么你的门徒，像耶稣说的，为什么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许做的事？那法利赛人他所讲的不是因为这个门徒们，这些门徒们他们一边走的时候在别人的田地偷了
别人的麦穗吃的，不是偷这个的行为，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在他们的法律，如果你走的，你饿了，你可以在那边用多少你可以吃的，这个是没关系的，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法利赛人所看到的、所针对的，就是这个的动作，把它摘了以后呢，打开了以后呢，吃的这个摘跟打开的这个行为，这个是不行的。你摘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你割那个收割的一个行动，把它打开的，就是一个磨麦子的一个行动，这个不可做的。虽然这个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别人也可能有意思，可能也没意思的，就在那边拿了以后这样做的。但是为犹太人，这个是很严重的违反了安息日。耶稣他就把大卫所做的，把这个供饼本来只有十几可吃的，他进去到天主的圣殿里面拿这个供饼他吃的。犹太人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大卫所做的，他们没有批评大卫不对，他们可以接受，这个是大卫饿的，大卫他是一个国王，他这样做的也没关系，没问题的。但是他们好像是有一些的偏见，别人做的也可以，其他的人做的，什么人做的是可以，其他的人做的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就把这个拿出来以后呢，耶稣他要强调的安息日这个的事例是为了人的好，为了让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是自由的人，不是奴仆。所以一个礼拜工作有一天要休息，为了维持人的尊严。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做的让人更生活在恐怖的一个气氛当中，害怕当中。所以呢，耶稣就再一次的跟他们讲，要恢复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为了保护人的尊严，为了让人更自由。所以我们在遵守任何的那个规定是法律，我们是否会看到这个规定、这个法律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使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天主，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为光荣你的生命，并为拯救世人。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终身侍奉你。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阿们。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阿们。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请大家祈祷。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扫除障碍，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你们去传报福音吧。感谢天主。让我们同行在天美的光荣中。